对不对？然后就站在那边，哇靠，我不敢玩他了，你知道，不敢弄他，因为他眼泪都慢慢一颗唰，刚从那边下来，然后就任劳任怨，他脚感觉好像要上刑场这样，然后才下去。那甜甜是艺人里面他最大的，他都一定要吓到尿裤子，因为谁敢去挖前男友的车呢？还有比他更大胆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反走过必留下痕迹。没想到，甜甜白天录影就好，晚上不要录影了、啊。然后你的身材又很难躲。不过他那好像穿了帮小猪广告的衣服，对不对？穿了 stage， 然后去挖车。这个我跟他们两个都聊过，这个好朋友才可以开这样玩笑。我觉得风起也没有怪他，甜甜也是因为爱，对不对？我给你的伤害就是因为我太爱你了嘛。那两个年轻人现在终于知道，就是说原来生命里面还有更多可以去追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慢慢就释怀，这个事情也得到很棒的一个落幕。对，反正我自己。啊，事情变多了。现在有没有现在手上有几个节奏？现在就内地有两个，就是这一段这三四年的时间啊，其实我都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，好像内地做的节目比较多。台湾要大家共同。愿意在这边呢继续奋战，不管台湾是大联盟、小联盟，我们只要在哪里上了台，就不考虑今天赚多少。对，就跟我刚刚在讲的，唱民歌的那个年代，底下只有一个观众，一样用一个钟鼓唱到声嘶力竭，唱给他听，他永远到最后都要点一下 Hotel California。我是 one man band， 一个人弹吉他。On the darkest highway, crewing the mind， 这样子唱，元气去唱，唱到每次声音都沙哑，那每次都很感动。觉得为一个人表演，我们都认真的，更何况是有机会为这么多人。我热爱观众，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我的老板，只有观众。